突然接到我们本地公安的一个电话，然后接通以后，我是报案人，然后呢，警官，警报是多少？他说我女儿涉嫌一本洗钱案，金额大概在200万左右。那我女儿一个小女孩听这个事情，但方便什么呢？用1000万，你用8000多的消费，是不是你本人在操作？那我女儿说我没有在操作。